同款足简单诶意思，像咱是，咱就是因为还未达到开悟见性，所以咱毋只爱去修。如果咱真诶，咱若是达到开悟见性，咱毋免修啊。所以老师毋才讲一句话，讲道毋免修，但无故障。所以会变成一句话讲，修行则不无故障，则不变。今仔日咱爱修，是因为咱有故障，对无？今仔日咱若无故障，咱嘛免修啊。咱就是因为有污染，六百万年来受了一切因缘，受了一切病性，受了地习性，所把咱污染着，所以咱毋才爱去死。所以咱就是因咱未达到非无的本性，咱未达到非无的本体，所以咱就爱去修正。人的气透过修正，透过修持，来去拄着了咱身心中的这污染，有啥意思？所以呢？读作毋则讲，记住不污染，诸佛之所护念，念记念记如是，我亦如是。本来是安尼。过去圣贤先佛，啊，就是守护着了迄个自性，卖去哦，念念着了，受什么念念？受一切因缘念念。所以因此呢，念记念是安尼，我嘛是安尼。所以，师道的当中，一定会讲伫客伫迄个哦对待的当中，会当去了解讲，确实，平时上师教诲的上师，是未来见六祖之前就已经拢开悟，只是在到六祖下要怎啊印证？为甚物咱要印证？后壁面，伫这个应该上师这站呢，就甲咱讲过，就讲了吼。所以呢，咱对这站的本分呢，咱看。时间偌济，啊，就过过偌济啊！吼，应家贤甲上书，温州第四子，孝释经论，真天台止观法门，因看维摩经，发明心地，我师弟子贤切相福，以其有说，出言暗道诸祖，切闻仁者得法殊随，发我天风。五天方等经论，各有殊胜，何以为摩诘？五佛心中自有证明者。切闻为因王意见记忆，为因王以后无私自我，尽是天前活道。发愿知者为我证悟。切闻我言轻，昨起有六祖大师，四方云集，并有受法者。玉器皆以皆缘，甲随东切来参，饶书三集，尽释二日。书法不三文者，故三千为奇，逼万世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？生大五万，甲曰生死时代无常世俗。书法何不体处无生，了无所获？曰体即无生。了本无所，书法如是如是。天甲风骨归离礼拜，书如各时各时，书如各时，书法翻太所好，或本如非当，岂有所也？书法随地非当，或人者自心分别，书法逆性的无生之意，或无生岂有意也？书法。不以随同分别，或分别亦非异。书法现在消流一俗，时贵一俗啊。这个相呢有两音，所以呢，伫这个这个相意思讲困，照眠在困。所以这俗，人在讲啦，讲照俗就讲照困着眠。啊，若是伊，若咧讲清醒，就咧讲醒。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呢，有这段话呢，咱就再去了解讲，应家贤甲上师，所谓应家贤甲上师，也是做正道观的应家大师。所以呢，这个应家贤甲上师呢，温州第四子，哦，学生世代，啊，消息评论，就讲自少年呢，就已经学习了真济的这个经藏。学习了经真济的这个经论，
所以呢，精通得了天台机关法门。所谓之天台机关法门呢，啊，表面呢有这个梦老师呢，有给咱注解啦吼。当然呢，这有正确无正确，我较唔知。因为所谓之天台机关法门，实在讲讲较麻烦。什么叫做天台机关法门？我较唔知。哦，那因为呢，这除非就讲爱去找了这个佛教的经书。或者是道教的经书看有无？啊，若无是来讲呢，要讲了解讲这种的法门呢，会讲真少。所以这个梦莹老师呢，伊后壁面呢，甲咱注解吼，吼，伊甲咱写讲天台宗是地者大师所创，既是上等的圣境，反是智慧的功夫。夫天台这块法门就是修定慧合。修定慧啊，以及法门啊，所以呢，咧教法呢，修这个定慧，各位咱头前的这个定慧品吼，所以伫这个当中呢，这咱就照安尼啊，就讲吼，这就是天台机关法门吼。那因为呢，虽然讲应该上师自少年学习了这个经论，精通了天台机关法门了后，唔过，而且咱就再去了解，到这个呢。伊还阁无法度通开悟，是不是？到遮还无法度开悟，是不是？所以正式伊会当开悟，是不是？伫底因看微摩经发明心地，就是讲看到了微摩的经了后，哦，微摩经了后，哦，伊啊才真正才开悟，是不是？咱拢知影微摩经呢，吼，哦，这个微摩经呢。技术伊如何出家？但是当时世尊依着伊的时代地主，哦，伫迄阵呢，佛教遐只方向，伊规模结，伊是一个在家技术。那为甚物伊有法度真正讲参佛的时代地主，就还佫去伫咧清洗规模结技术哦？为甚物？因为伊对世尊师父所讲的一挂真理。无了解的，心中有怀疑的，是随为了这个规模计起价开始改革。所以，若要甲讲来，过去规模计技术是一个，若要甲讲的，以咱近来讲，差不多应该是一个佛来转世的。啊，若无那有法度人真正讲佛的十大弟子，啊，搁爱来清洗到伊，而破除伊的心中的疑惑。所以，若要甲讲开呢，咱一般拢讲修行学道。有时啊，咱唔通自认讲咱咧修行，咱咧学道，咱咧看经书。有时啊，咱唔通想讲吼，咱可能除了这个经论方面，咱会比小的人士较捌，你比较。因为啥？那有时啊，人以个人随时要将任何教义来讲，唔过以个人伫伊佛经，伫伊个心性上，人伊下心用心用了真好。所以确实有影个。伫虽然讲人伊无家己了解任何教义，唔过伊个修持，甚至伊个即个修行个果效，只是讲个人个即个。教门个人的这个宗教内面修持的无同款，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呢，咱就当去了解讲，亲像当时规模结，伊并无去参悟得了佛的这个法会，伊嘛无去加入了当时的迄个什么，当时迄个世尊头前进前面有些什么佛罗门教，一些在家居士，所以伊有法度让真正。开悟心性，咱伫遮咧当去了解讲，现觉上师因为看到微妙的景而发明心地，所以呢，才讲呢，吼，伫遮个当中来讲，五师弟子来讲，伫五人的机会，吼，二呢六祖吼慧能大师的这个弟子呢，天策上师呢，吼，去呢找了这个应觉上师，去拜访了这个应觉上师，以及古道，就是讲呢。动作深入，所以呢，亲像咱过去一句话咧讲，以观一切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所以这个古董来讲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意思。因为啥，讲会投机，啊，愈讲愈深入，啊，愈讲愈有契机，才会当叫做古董。所以出言暗合诸作，就讲伫因两人对答的当中呢，所讲的伫咧讨论的呢，定咧讲拢有符合着了，吼、哦、过去圣贤先佛因所讲的心声假。所以，若要答讲呢，贤切禅师参应家禅师呢，咱拢知影贤切禅师是六祖的门徒啊，六祖的这个徒弟啊。那贤切禅师是阿弥陀佛，所以呢，两人呢用咧讲出言暗合诸作，所以切问人者必发思随。所以贤切禅师在咱应家禅师讲，哦，一家千万做人者，哦，所以呢，必发思的讲。你的师父，你是得到什么人，而会当哦开明心地啦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应该常说讲哦，我听方便经论各有殊胜。就讲伊呢所听闻的，甚至所了解的哦，每一种的经论，每一种的教门，都有啥各有殊胜，就讲各有。因缘之作，就是讲呢，拢有好就对啦，哦，拢有特地伊去甲，哦，学习的所在，有特地去甲住的所在。唔过呢，哦，伊所听遐当中呢，所看遐当中，伊无法度人发明心地，无法度开悟心性，啊，就是因为呢，何以为魔境，魔骨心中，啊，就是因为后来呢，看到了为魔结晶。而且真正有法度开悟到佛的这个心性，就讲真正当开悟到依佛同款的个人的这个心地。所以若要甲讲呢，咱佛讲过一句话，讲啥？明心即见性，见性即可以成佛。所以要真正开悟到佛的心中。那安尼确实真正嘞，咱拢知影，你规看规模结晶就有法度五明心中，可见规模结晶。若要甲讲嘞，咱也需要看，对无？咱若想要开悟，咱也需要看。因为啥？一个应该上属于看规模结晶，看过去一个经论，拢有法度发明心的，唔不看规模结晶，有法度五分的心中。所以呢，实在讲呢。确实，过去修行学道者，拄到啥物，要开悟心性，伫一念之间呢。其实咱即嘛同款，咱即修行学道人姊妹，要开悟心性，嘛伫一念一字之间呢。其实咱敢有望到迄个成就，咱敢有了解？有。咱有了解，为甚物他有了解？伫当时，顶下说给咱一记中的分白白的超人时阵，咱就已经了解。只是啥？咱有明啊无明，有明了而无彻底，所以毋才讲有明无明。毋是明明咧，明明才清楚，小事啊。毋过有明而无明，就讲咱有明了，但是无彻底。安怎他也无彻底，面临咱还阁有凡事、凡业、凡境所缚，所以咱伫当时得到明书的这个时阵，就已经开悟心性。只是因为咱看唔到，为甚物安尼？因为咱过去六万多年来的经验，六万多年来的完全介绍，六万多年来的因缘阁不太济，甲恁牵一条。因为咱是先得的啊，咱还未修啊。啊，人过去是先修啊，修到身心一切的污染，修到过去遐是身边啥拢无啊，再来就检查安尼。所以呢，你再讲过去修嘛，或者是啥修苦行。咱即卖呢，唔是修苦行，咱即卖是修，咱即卖是修。富贵道，快乐行，有影啊？
看这新闻，或者这咱的新闻，咱的姊妹，咱就大家真大家，大家拢笑眯眯，快乐啊，对吧？没有。所以呢，啊，所以这新闻，大家拢无哪甲看，咱要有听到，你就兄弟姊妹真正安尼面啊上苦过，无嘛，大家拢笑眯眯，平平静静，是快乐的，啊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可以为我结晶五佛心中未有证明者，也就讲，自伊看到了为我经开悟心性了后，开悟佛的这个心法了后呢，二呢到这呢，还无印证。虽是开悟而已，但是还未印证，所以才讲无证明者。那为什么他爱证明者？而且如果来切问？为因王意见既定，为因王意乎无私自我，尽是天人合道。所以人要甲讲，凡用上师是无私自我，行书上师嘛无私自我，应该上师嘛无私自我。以古名咱甲讲，尽是天人合道。为甚物？伫为因王意见既定，拢会当无私自通。为因王以后。一定爱自修印证，所以为因王是啥？就为因王如来佛。所以，若要甲讲下呢，就讲伫为因王以前，后壁面佫伊个有写一个第几啊？第五啦，迄第五可以，迄有写一二三四五的字，后壁问老师弄个咧注解咧填后壁落来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伫这当中呢。讲伊为因，伫这个为因王如来佛以前呢，吼、哦，那会当开悟的人，拢是无私自会当开悟，拢会当成就的对啦。但是伫为因王如来佛以后，一定必须得一定爱啥，一定爱信书印证。所以赶快咱进去倒，咱虽然是一字中央非凡法界车呢，咱哪何啊认真修礼拜？咱们大家这个报告，咱嘛是受书印证，但是咱这个印证是啥？是形式上的印证。咱嘛想讲哦，我有得到啊，我后日啊吼，咱是过去咧鼓励讲，伊咧印面是换的时阵，真正来组织吼，得到会当互咱超生去发展落，会当互咱超生了去，到恁到西方无极无极的所在，咱嘛想安尼，嘛想安尼害了了，对，那是咧印面就哦。因为啥无安尼，无法度。但是确实嘛是安尼哦，确实嘛是安尼哦。因为虽受名书一字是天色上的，唔过无迄个印证嘛未使。归因王以后，对无？所以咱伫受书一字了后，伫真正要得到到伫天色上的印证，伫形而下，咱咧叫做形而下印证。要真正得到形而上的印证，咱个人真正爱去真心实行，爱去实践。所以咱若去实践，叫做啥？叫做自摸、自修。咱若做伫进前讲讲，自修、自修、自摸、自行有道，迄呾迄叫做实践的功夫。迄叫做实践功夫。所以咱伫实践的功夫，叫啥？叫做自摸的印证。所以伫明书一字是形式上的印证，迄是形而下印证。啊，若无咱甲想啊，咱拢会记得讲哦，伫着三宝的时阵，讲呢三宝呢爱保守秘密，会使入口爱拜，伊来是迄件事。你甲看进前几当前，啥物人伫电视上着无一声音无伊拢念出来，甲进卖讲拜伫伊来，敢要不来当啊？他也无想，他也无想，是上天欠债啊，上天自卑的袂安尼才欠债啊。对无，形而下的形的印证，重点在形而上的印证。所以呢，这是讲，哦，伫因为因王以后无私自我，真是天人合道。所以才讲愿愿真者为我证故。咱若想，若如果以贤哲上师甲应达大师当时的背景、当时的修持，咱若想哦。应该上师，就还佫希望讲贤哲上师会当为伊印证。
若要甲讲当时的印度禅师，伊会当发明心地，伊无私自自通自悟了后，若要甲讲伊的修持，甲伊的一切，未输迄七禅师呢？当然，这是未当落去比较，但是咱是该做一番的比较。唔过，若讲传教为师，伊有受六祖的印证，所以伊甘愿困伊了，请迄七禅师为伊。并且，所以天赐禅师才讲的五言轻，周克有六祖大师，四方文集并是受法者。所以呢，伊才讲天赐禅师才足客气，才讲吼，我言轻啊，我讲话轻啊，就讲伊的道行火候无够啊。有影无？为甚物在讲道行火候无够？若要甲讲，伊顶面还有伊的师父六祖。六祖啊，在世咧，对无？那因为伊若拢进入来，伊进来直接就来把这个印加禅师印证的话，我安尼安尼讲就讲计，我参老师的饭我都抢去啊，对无？所以，人咧讲迄样，迄叫做尊师重道。所以，印加禅师伊也叫咧尊师重道。所以，才讲哦，我年轻啊，我道行无够啦。哦、所以才讲呢，做客有六祖大师呢，四方分集，并是受法者。所以呢，讲哦，伫做客呢，有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哦，四方就讲所有一切，哦，所有的这个哦修道师呢，哦，所有一切的精进德相呢，拢会当去到六祖的所在，受伊直接印证，自然得到了当时六祖所传的这个心法。所以意思就是這樣，所以才說了即起即意皆用，所以就現在上書就問應該就說，你若想要去，我會使參你做回來，就是啥，就親像咱即個基督小社，你若要我帶你來基督，你若要去，我帶你來，就講做伊恩師嘛，對吧？同款意思嘛，所以要問，伊嘛是咧愛做伊恩師的，啊，所以才說呢，甲水東切來吼。就讲迄，因迄甲上师呢，哦，甲着了现切上师呢，两个呢，同行呢，自来参，要来参访着了六祖慧能大师。但是咧，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所在，才讲绕师三匝，就讲伫老师所坐的所在遐呢，老师所坐所徛迄个所在，坐三日。为甚物爱坐三日？哦，十三年真实二日，因为当时的修行人呐，真实的讲有也是一善念。哦，咱可能看，若伊较早过去的修行人，正拢也是一善念。哦，迄个善念，若要甲讲的是一种哦修行人的一种标志。搁另外一项就是讲，会到这个迄个善念字呢，助伊，因为当时拢用行的嘛，对无？就是咱咧摇摆啊，咧摇摆，所以。这个行面真有两种的行面真好吼，所以呢，伫遮了后呢，绕书三匝，真实二力，吼、哦。了后六祖才讲：菩萨文者，有三千威仪，百万世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，成大圆满。咱唔卖看到遮，唔有会记一回吼。当时伫进前的时阵，啊，唔卖甚物人去拜访六祖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啊，头客不记得。啊，六祖嘛，安怎讲吼？差不多同款意思，对啦。所以才讲菩萨文者，所谓之沙文是啥？啊，就是修行啊，个者。对啊，嘛咧讲到来讲，过去的佛的弟子，啊，叫做沙文。但是伫遮呢，来讲，伊是一个修行学道修出来啦，吼、哦。那因为咧个修，一个真正咧修达到讲进入了佛门修佛法、修行学道者，过去爱啥？爱抛家卸业呢？爱挂下一切尘埃呢？对，爱放弃一切呢？唔则讲叫啥？叫做空门。哦，所以六祖呢，才问讲哦，你身为一个抛弃一切的人，甚至挂下尘埃、放弃了一切的人啊，为甚物呢？哦，甚至因咱拢知影，过去的修行者是足受人尊重。为啥呢？因为啥？古三千威仪，百万世行。所以这个三千威仪，百万世行哦，
这有些会被提到，这是弄林老师后壁吼，覆盖原理上就覆盖啊吼。所以古三千为宜，百万世行。这个三千为宜，那以原理上，问老师甲咱讲的，当然这内面还佫有含义。所谓之三千为宜，啊百万世行，简单讲，所谓之三千。咱过去收，过去真正咱袂咱开始讲收很多呢，咱一定爱收到三千公文啊，八百个满掉，同款意思。那你是不是叫做三千公文？所谓之三千公，就是在讲咱的精气神，咱的诚心心。咱照安尼来去体会哦，三千啊，在讲精气，伫后天修身来讲叫做精气神。在咱这个身躯来讲，叫做诚心心。三千的威仪，就是讲呢，修行学者呢，予咱看起来，用咧讲是一个真标准，所作所为言行举止，一举一动，拢有达到真正一定的迄个相。所以咱过去呢，迄个一寡相，比如讲。站要有一个站相，啊，坐要有一个坐姿，就是同款个，就讲坐着啊，安尼翘脚，啊，抱安尼倒，啊，徛个，啊，安尼徛了三七步上个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才讲三千规矩，迄、那个精气神看得足饱满，哦，互人看得好，一个修行学者一个威严，同款。变凡世形，就讲伫伊一举一动言行举止呢，看开呢，敢若讲真正谨慎。真正哦，细腻个啦。所以，伊遮内面甲讲，所谓之三千功，也是讲精气神圆满，诚心心圆满，叫做三千功。八百个就是讲，咱你必须心以七足，这叫做八百个。也是讲八邪二正有够，八迄、那个八善，八种唔好个，啊受得到八种好。所以，毋则讲咱你必须心以七足，这有一八邪。当然咧，咱这会使针对伫了这个读书内面咧，咱心内面有啥物叫做八邪，咱会使针对迄个看。所以咧，伫这个当中咧，就讲咧，这个修行学者抛弃了一切，放弃了一切的人啊，甚至咧，互人看开这个精气神足饱满的人，甚至咧，讲有一个修行学者的这个标准，一言一举一动，用咧讲咧足细心、足细腻的人。那安尼为甚物呢？即种的即个外相外表看起来大吉，所以六祖嘛甲称作大吉。像咱即摆咧唱一个讲，较有一个吼机器，较有一个对象，咱讲大吉者，大吉自何方之来？先大方脉，为甚物来先大方脉？因为伊饶恕三十，第讲伫六祖身边时，头前后壁是三日，真实之日，也无甚物动作，也无要参礼。也无要问好，也无要讲话，唔爱定定徛遐，所以讲饶恕三十，真实利益。所以六祖在来讲的吼，大德来，大德来自何方？先大五万，就是五万心生，其实敢是五万心生，唔是。所以后壁面在讲的吼，讲甲法生死时代无常无生数，来讲呢，咱人的生死。殊大，因为呢，有生就一定有死，所以这个修行学道者就是啥，就是要来修持了，真正要如何达到超生死、脱轮回的代志。所以呢，这种生死这类大的事，而且呢，既然有来生，有时啊呢，到家里这个。无常到的时阵呢，无常也是要人唔知，所以无常是说啊。所以，若要加放伫遮，咱就当去啊了解讲，过去修行学到遮呢，对离了生死，作谨慎，安怎谨慎？因为人是要死唔知，无常人是要人唔知，无常若来，若讲无常一道还是修，从是甚物都唔免讲啊，参修学到嘛没有啊，伊咧惊啥？因为咧惊讲，万不哩伊还未修到果缘果满开悟心性的时阵，就无常到的时阵，什么都未谈。意思就是安尼。
伫修学道时阵，我还未达到开悟心性，还未达到讲完过满时阵，无常而来，我拢无啊。无常一道出，啥物拢唔免啊。伊若恐惊，伊无法度达到讲完过满，无法度超脱生死，解脱轮回啊。所以才讲生死时代无常心说。所以呢，书法何不贴出无心，了无所。所以六祖呢才讲呢，那安尼呢？你既然知影生死时代无常心说，那安尼，你何不呢？趁去体验你的自性，本来就无生无死的，本来就无生死啊。那既然无生，就唔免死，会即个真理。哦，你太无爱去体悟到迄种面，你太无爱去体悟到迄个呢？那要甲讲呢？咱甲想，那这个人家上师安尼问，安尼讲，安那做安尼答回答的时阵，人家上师讲：体意无生，了本无数。其实这句话咱就当去了讲，人家上师已经真正开悟心性，啊对无？伊讲。体本无生，啊，了本无俗。我本来属性就无生无死啊，本来就无生无灭啊。那安尼呢？我哪会阁有迄个无常心俗生死？我来去甲看讲是紧甲慢呢？为甚物他安尼讲？其实头前面咧讲安尼，甲后壁咧讲就敢无共安尼，对无？有疑问的对无？当时伊讲生死时代无常心说，今卖伊讲的体既无生，了本。